好，各位朋友，那么现在呢是6:16啊，18分，不好意思，现在6:18。那么，今天其实我4:20我就已经到，进了这个台北市哈，只是那时候在下雨，下雨完全没有录影哈，这样。然后那个时候又刚好接到我的开市单，所以我就开始一路跑哈，从4:30哈，其实就一路无缝到现在哈，这样。那么我现在手上有一单要往成都路走，我目前已经跑了9趟这样子。啊，今天的作战的这个方针哈，一样是哈，3公里以上不接哈，直接3公里以下哈，这样子。啊，所以那目前的状况看起来啊，就还 OK 啦，这样子。反正一样哈，就把我今天这个20趟的这个标哈，把达到就可以了。哦，这样子。哦，有人就在那边，我这边哎，今天要拍什么东西啊？烟火，今天有烟火，各位朋友要注意啊。哦，这么多人已经在那边准备好了，这样。我哇，很多大炮哎，各位朋友啊，今天跑，哎呦，这么多人在那边拍那个婚纱照，刚刚也看到一个啊。今天哈，就是礼拜3哈，所以会有烟火这样，所以跑大同区的朋友啊，现在等你看到这支影片已经来不及了。啊，不过今天我会这个继续努力跑这个大同区。对我脚踏车来说是没有问题的。好 ，OK， 废话不多说，我要先去把这单送掉，这样子。哎，不用了，因为我等红灯。哎，好了，我还是专心跑好了。好，各位朋友，目前我在仁爱路2段跟林荫街交叉口，手上有一单要往林荫街这边送哦，这样子。林荫街靠近这个新生南路那边去送哦。那目前呢，7:46已经完成17趟。还不错，还不错哈，这个效率还不错哈。今天是下雨，单量就比较多哈，多到我都还可以弃单到还无缝。哦，那这个就觉得下雨天真的是脚踏车账号出来跑单的好日子啊，这样子。啊，今天我都，哎，我要过马路了，过马路先。好了，刚刚把手上这一单送掉了，然后在这个过马路的时候呢，又有接到一单哈，接到一单是这个麦当劳济南路哈，麦当劳济南路，所以这个弯个2个弯，哎，就到了，我先专心取餐。啊，各位朋友，我现在在金华街，哎，不对，我在青田街，现在往这个泰顺街方向走。因为手上有一单要送到泰顺街去啊，但是其实呢，我已经跑满20趟了，各位朋友，跑满20趟啊。泰顺街这一单呢，就是第21趟，多接的哦。因为我想说啊，管他了，反正就把它接一下，因为看到也近近的嘛哈，0.8公里而已啊，各位朋友，那就把它接起来。虽然是假单哈，金额也不高，不没关系，反正我就是。哦，就是要累积那个趟次嘛，哈、哦。那今天跑了呢，就帮明天跑嘛，哈、哦，这样的，因为明天也是要20趟。好，那反正我是确定不会多跑了，好像，不然明天我那个就是又给他跑超过、哦，哇，我那下礼拜说不定我周间趟奖的趟次就被往上冲，哇，那个就是很难过的一件事情。所以我是决定啊，就是啊，反正就轻松的送啊。那大概把这单送掉了，我就，就是维持上线状态，继续挑单，哦，这样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哦，30秒还早，哦，泰顺街对面。好，各位朋友，目前在罗斯福路3段的这个巷子里面啊，反正就是台大对面哦的这一区啊。啊，我刚把手上的单我都把它送完了哦，因为我进来之后又接了一单哦，又接了一单。所以我就把它送掉，这样。那目前呢，跑了23趟。好，目前23趟，现在是8:30好像。那目前这个时间点哦，然后看目前这个状况哦，我是准备要慢慢的往这个40前进哈、哦，反正都8:30了，这样。而且我已经跑了23趟。我觉得也够了，今天差不多是这样子哦。那我会上线开着，开着就是，看看会不会又接到单。
那我会挑一下单啦、啊、这样，因为呢还是要接一下顺路单嘛，哦，顺路回程单才会比较好一点，所以我就开着咯。好啦，那么其实按照我过往经验，这个顺路回程单通常都接得不太好，或者是接不太到、哦、所以那我反正我就不另外记录了、哦、那我就这个录到这边。好，那明天继续。